关于宇宙能量的热潮。传导：朱迪斯·库塞尔。转变正在一浪接一浪中加剧，这种转变正在一波又一波的加剧。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且不断变化。我们正在成为生命的神圣之水，水晶般的一体，因为每个粒子都充满了光、爱和力量。我们也是生命的气息，呼吸着永恒的气息，呼出永恒的创造节奏，不断自我更新。我们正在完全呈现我们新的太阳水晶光体形态，即使地球上和它内部的所有生命和生命形式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并不舒服，但在你转世到这里之前，你的灵魂就知道这一点。随着转变的加剧，与灵魂相连的心脏中心越来越开放，圣母玛利亚和所有神圣女性都完全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用充满超然之爱的心把我们抱在怀里，温柔地、充满爱地引导我们渡过难关。圣母玛利亚始终是高阶女祭司，她们内心持有纯洁的白色火焰、真理之剑和无条件爱的力量。他们与玫瑰世界姐妹会合作，所有这些姐妹都在地球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在新黄金时代、爱与团结时代的锚定作用。保持你自己以心为中心，以你灵魂的纯洁和爱为中心，因为神圣的创造在完美中创造了你，不要动摇。上升到新的，你日夜被神圣之爱、神圣之光和神圣力量所包围，神圣、圣洁的谢金娜 Shekinah 和神圣索菲亚 Sophia 正在倾注在光明之火中，甚至神圣母亲的白色火焰进化到你存在的核心，并充满你带着爱，以及比你现在所能理解的更多的爱。天使、大天使、扬声大师和天上的同伴都在这里，我们确实被提升、引导和带过。然而，无限的，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将决定完全扬升或不完全扬升的结果。宇宙能量的热潮。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大自然中，因为我被要求召唤去真正协调融入地球和宇宙的能量场。我感觉到宇宙能量的巨大涌入，这不仅仅是太阳耀斑的结果，而且确实是新地球能量的全面开放和新黄金时代的开始。我看到许多新物种和我们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现在脱颖而出，随之而来的是来自水域的能量的巨大激增。今天我在一个地方冥想，在那里，我可以能量调频到水的能量，我可以感受到从那些水中散发出的巨大力量，这是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这延伸到一波又一波的能量涌入地球的水晶金字塔和水晶金字塔能量网格，以及脊柱，因为新地球比旧地球更大，地球的新轴、脊柱正在脉动着生命。这些新的五至七维频率能量激增，而现在协助这一过程的星际顾问甚至是12至13维，例如仙女座。仙女座人正在向这个星球注入敞开心扉的能量，因为他们是艺术家、音乐家、宇宙的美化者，并且非常强大的以心为中心。仙女座掌握着宇宙的心脏。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极其强大的生活变化，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这个过程。一切都依照神圣法令发生，一切都步入正轨。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将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浮现出来，现在你需要最终放手，这包括与其他灵魂一起创造的所有负面业力模式，以及所有你尚未以某种形式处理过的东西。事实上，它
它是透过白岩照明进行的彻底净化，所有不符合其纯度的东西都会被净化和清除。有这样一种倾注的爱，当你向最纯粹意义上的更高程度的爱敞开心扉时，你的心中心会越来越扩张，因为这确实是回归纯真，是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和目的的真相。当我们灵魂的纯洁和完美闪耀时，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我深受启发，并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愿你被祝福进入你的内心、灵魂和存在的深处，愿你在重生时，当爱的天使举起你，承载你时，强烈地感受到神圣之爱的倾注。超越。几周前，当我与这里的鲸鱼交流时，他们透过心灵感应向我展示了南部非洲这片地区在陆地从这里的海岸上撕裂之前的样子。他们，鲸鱼，向我展示了如何在现在的卡鲁地区，甚至是坎戈洞穴、斯瓦特贝格区域游泳。他们还向我展示了这里的神圣岛屿和水晶金字塔。我自2009年以来就在这里和南部非洲激活了他们，并将其记录在我的《非洲》书中。他们警告我，随着南极洲冰层的融化，海平面将会上升，地球将会改变。地质学家非常清楚这里的海平面曾经高得多，以及现在峭壁所在的地方的海平面是如何的。有趣的是，罗伯格半岛 Robert Peninsula 的一个洞穴里保存着倒置的古代足迹，那里的岩石表明海平面要高得多，并记录在某个阶段，海水退缩的幅度比今天的海平面还要大。非洲一直将世界维系在一起，因为它不仅支撑着地球的脊梁，也是第一个超级大陆。地质学家们肯定，他们谈论超级大陆，这远早于 MU Lemuria 和亚特兰提斯，以及极乐世界和狮子王国的时代。从那时起，地球经历了许多变化。事实上，亚特兰提斯的毁灭是最后一次，陆地沉入海底，其他陆地升起。此时此刻，灵魂记忆正在触发一个巨大的层次，不仅仅是亚特兰提斯，利莫里亚被亚特兰提斯人毁灭和灭亡，以及之前发生的一切。当我们作为新人类扬升到新地球时，是时候超越旧的模式，治愈并真正放下以前的一切了。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看似会重演，但实际上最终的结果已经决定了。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二元性，心平气和就是平衡点，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光体、爱体和能量体已完全激活，我们以主人的姿态站在自己的力量之中，稳如磐石，咆哮飓风中的稳定之眼。静点在于内心，因为神圣就在我们之内，在一切万有之内。是时候索取我们神圣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享受它了。就是这样，是时候欢欣鼓舞了，因为旧的正在崩溃，重生的伟大开始就在这里。谢谢收听，感恩祝福。